Hi, how are you? Hello, I'm the staff officer of the company who receives you. Okay. You can call me Olivia. Olivia. Okay. Do you need help? No. It's okay. Okay. Follow me, please. This is a very famous restaurant. Mm. Yeah. You have to order at least half a month in advance. Wow. How you do this? It's a secret. Taste this. Tofu. Mmm. 请慢用. Oh, looks good. Oh, sorry. Not for someone with the diabetes. No problem. I will try. Mmm. Delicious. Wow. Great. Every New Year's Eve, a light show is held here. Lily, what's wrong? My heart. I feel heart? I'm not really well. What? Yeah. Oh my God. Lily? I have a medicine for heart. If you need. Give me, please. Here, take this. One piece. 36岁，心脏病18年，5年前刚刚做过心脏瓣膜修复手术，刚才在8点15的时候有心率过快，吃了速效救心丸，现在情况有所缓解。好的，我知道了，先去找护士办理手续。 OK，好，谢谢。I need Lily's passport. OK，don't worry, trust the doctor. OK，yeah. Hey，Lily's passport. Take it easy.It is all already down. Oh, 先生，谢谢。Thank you so much. How do you know Lily's clinical history? You're our customers, so I must remember the needs and medical history of you.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goes well. I'm really satisfied with your company service, really. Thank you. 别担心，已经没事了。 但是需要多休息，再住院观察一天吧。 好的，好的，谢谢您。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She just need have a rest. 来都停一下手上的工作啊，我讲一下。从今天开始呢，你们除了平时自己的工作以外，每周还有2次部门的实习培训，培训过后会有作业，期末作业的方案评分就是你们最终的实习课程考核。 相信大家都知道，考核第一的人呢，会获得和陆总一块去美国总部实习3个月的机会，所以希望你们啊，都好好努力，好好加油啊！来，这个是给你们的复习材料，都领一下。你要跟我争吗？听说这次的实习生只有一半的转正，而且转正之后工资是双倍。 可你知道我一定会赢，而且我还会去做布实习。那可也不一定哦。那就公平竞争吧。你们的融资方案作业我都看了啊，严小晨的做得很好，分析到位，重点找的也很准确，提出表扬。吴倩倩的也还可以。 至于你们其他人的嘛，哎，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啊？在我看来吧，根本就不及格。我很难想象啊，你们是怎么通过面试、
进入到 MG。就这样的报告，啊，要拿出去让别的公司看到，只会让他们觉得咱们 MG 不配被称之为行业翘楚。下周就期末考核了，我希望这样的东西永远不要再让我看到。OK， 明白。来，给大家说个消息啊，我刚刚得到了总部最新的通知，今年最终选出来的实习生将直接获得留在美国总部工作的机会。耶！这太棒了！那岂不是说我们完全没必要担心被踢出去了？这到了美国总部，起薪可是不低于10万美金啊！能在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工作，那简直就是走向人生巅峰了。是啊，部长，我们怎么没有啊？我们也想去，为什么我们没有机会？行了行了，都好好工作，以后都有机会啊。不管怎么样呢，这一次算是你们几个落了，所以最终落在谁的头上，就等着考核成绩公布吧。祝你们好运。谢谢部长。好，加油啊。这次去美国实习的人选，公司已经确定了。小陈，你来了公司以后的成绩呢？我相信大伙儿都有目共睹。所以，这次咱们部门选去美国总部实习的人就是你，严小陈。鼓励一下！恭喜恭喜啊！行了啊，记得请大家吃饭啊，分享你的好运气。谢谢小陈，请我们吃什么呀？就楼下日料吧。小陈，等你约时间啊。就楼下日料吧。走吧。严小晨，部长说让你来了之后去他办公室一趟。进。蒋部长，您找我？昨天晚上呢 ，MG 大中华地区的所有高层啊，都收到了一封匿名的电子邮件。至于邮件的内容呢，你应该很清楚。这件事情啊，已经引起了陆总直接的过问，公司处理速度也非常快，已经和王教授直接联系过了。确认了邮件内容有可能属实，所以在公司还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你就先不要来上班了。至于你的工资呢，会照常发给你，等到公司的工资发放日会打到你的卡上，所以在这之前先不要注销你的账，明白了吗？明白。蒋部长，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邮件你发的吧？那语气和你平时写的论文一模一样。是我发的怎么了？我只不过说出来事实吧。严小晨，你凭什么趾高气昂？好像一切都是你的错吧？你说你不会跟沈明在一起，你说你们俩不会复合，可结果呢？
你说你不会去美国，你说你没有后台，可结果又是什么？好，我不在乎你跟沈红在不在一起，我也不在乎你有没有后台，我在乎的是我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可你一直都在骗我，凭什么？凭什么？就凭融资方案的第一名是我，不是你，而你只能是第二名。还有，我和沈侯是分是合也都跟你没关系，和他谈恋爱的人是我，也不是你。严有成，哟，刘总来了。刘总，介绍一下，小严，这位是国际贸易部朱迪朱总。朱总好。严小晨，大学刚毕业，孩子外语很好，你看他能做点什么呢？我怎么不记得我面试过这个姑娘？喂，好像是。我还以为是我太忙给忘了。帮忙接个电话。喂，你好。Hola, señorita Yu. Hemos recibido los nuevos productos de primavera, pero tienes que enviarlos de nuevo. Perdón, Woody está ocupada en este momento. Por favor, deja su teléfono. Le pido que ponga en contacto con usted más tarde. 刘总。哎。朱总，这边有个文件，是对方刚传过来的，那我就去。朱总，小肖，哎，带他去那边分位。哦，好，跟我来吧。谢谢朱总，谢谢刘总。我这儿有份文件，请您过目一下。部长。啊，庆庆，我正好要找你呢。你先去忙，一会儿再说啊。部长，我有个事要问你。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开除了。你们啊，为什么呀？我要求公司给我个解释。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是上层的意思。上层？上层谁啊？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那谁，刘总不是说你英文很好吗？下午去接一下客户。这些客户很重要，一定让他们宾至如归。哦，好。求助，外籍客户上海两人游，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游览个故居吧，或者说是世博会的中国馆。上海世博会，上海和平饭店爵士吧，逸夫舞台。喂，是要招待国外的客户吗？我刚才查了一下你给我推荐的这两个地方，都不太好定位置，也不好订票啊。很重要的客户吗？是的。你才刚进公司，就把这么重要的客户交给你啊？我就负责接待，毕竟接待也是拿下合同的第一步嘛。理解正确。什么时候开始啊？今天晚餐，还有晚餐之后的活动，还有明天一天。这么急啊？那美术馆肯定是来不及了。我可以帮你要到明天逸夫舞台越剧的票。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把美术馆和越剧安排到明天，今天可以去和平饭店听爵士。我有个朋友是那里的 VIP，
可以帮你要到不错的位置。你们总共几个人？我们四个人。好，晚饭的话我一会儿回给你。好。喂喂，吃饭的地方我也帮你订好了，一会儿地址发给你。啊，那家餐厅是不是很贵啊？反正沈家付得起钱。今天的事情很突然，我可以临时帮你出一个方案，但如果以后你长期负责接待工作的话，这些基本社交是避免不了的。记住啊，你要掌握上海的吃喝玩乐，陪客户吃好喝好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你心里一定要有 plan B 甚至 plan C。 记住，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嗯，好的，谢谢。Nice to meet you. Hi, how are you? Hello, I'm the staff officer of the company who receives you. Okay. You can call me Olivia. Olivia. Okay. Do you need help? No. It's okay. Okay. Follow me, please. Thank you. Be careful. 姚振，我们是不是坐错地方了？没有。Really? Yep. Oh.Wow, amazing. Nice, huh? Here, please. Here, please. Thank you.请稍后，谢谢。哎，你好，给我刀和叉。好的，谢谢。Oh my God! No. You can use it. I can't. Oh, wow. Thank you very much.Sorry, this is... Thank you. This is a very famous restaurant. Really? Yeah. You have to order at least half a month in advance. Wow, how you do this? It's a secret. Taste this.Tofu. Mmm. 请慢用。Oh, looks good. Oh, sorry. Not for someone with the diabetes. No problem. I will try. Mmm. Delicious. Wow. We're now visiting the bound, which is about 1.5 kilometers in length. And this is a landmark of Shanghai. The left is the Huangpu River, and the bound is across the river. Amazing. It is Pudong Lu Jiazui. It is Shanghai's financial district. Wow. These styles are very different, and they're built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y're called the 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po Group.They are important historical sites and representative buildings in modern China. Classic buildings look great. Every New Year's Eve, a light show is held here. Lily, what's wrong? My heart. Heart? Not really well. What? Yeah. Oh my God. Lily? I have a medicine for heart.If you may, give me, please. Here, take this. One piece. 我们去最近的国际医院，师傅。好。病人36岁，心脏病18年，5年前刚刚做过心脏瓣膜修复手术，刚才在8:15的时候有心率过快，吃了速效救心丸，现在情况有所缓解。好的，我知道了，先去找护士办理手续。OK， 好，谢谢。I need Lily's passport.
Don't worry. Trust the doctor. OK. 行。Yeah. 哎，你好，小费。你好，五千七。谢谢。Hey, Lily's passport. Take it easy. It is all already down. 好，先生，谢谢，谢谢，谢谢。Thank you so much. How do you know Lily's clinical history? You're our customers.So I must remember the needs and medical history of you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goes well. I'm really satisfied with your company service, really. Thank you. 别担心，已经没事了，但是需要多休息，再住院观察一天吧。哦，好的，好的，好，谢谢您。Everything will be fine. She just need have a rest. 来，朱总，进来。哦，你来的正好。刚才伯利的哥们打来电话，要求你继续接待他们。这样，一会儿你去买束花，趁他们还对你有好感，把我们的设计稿带去，好好推荐一下，让他们尽快跟我们签合约，明白了吗？啊，好，没问题。明白了还不快去？周总，这是昨天晚上的医药费，交给小肖，财务会给你报的。哦。那这买花的钱，你这人，不好意思啊。I'm sorry, I may can't be able on the meeting next week.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 for this fashion design? I hope this clothes is simpler, more atmospheric.With international fashion elements. I know, but so it was always Chinese design. If this time no change anything, we can't renew the contract anymore. Hello. 能一会儿麻烦您帮我把这束花送给10122病床的病人吗？啊，行，那可以，可以，没事。啊，好的，谢谢啊，没事。喂，朱总，设计稿送到了。啊，还没有。那你还不快点去送？是这样的，朱总，我刚才在送设计稿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伯利那边的对话，他们说，如果我们这次的设计稿还是中国风设计的话，他们就不和我们再续约了。朱总啊。我知道这次的设计师是卓源，我这儿也有他的地址。如果我现在去拜访他，我请他再重新修改一下设计稿，可不可以？严小晨，你别胡闹了，下周就要续签会了，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你觉得能修改得过来吗？而且卓源的脾气很怪，我们都搞不定，你觉得为什么你能搞定呢？不是，如果这样下去，他们不会跟我们再续约的。我现在趁还来得及，我去找卓源试试，可以吗？行，你想去就去吧。但是我告诉你，以卓源的脾气，能跟我们公司合作到现在，已经是我们极力维护的结果。如果你这次搞砸了，你就别想在公司待下去了，直接给我滚蛋！这边请。Thank you.Hey,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Well, where is Olivia? She is busy on something else. Okay. How's Lily? Lily is much more better. Thank you very much. Tell Olivia, thank you for the flowers.This is the design. Please have a look. Okay. Sorry.
Hi. I'm so sorry. Olivia. That's the new design. You must look at. Okay. Let me have a look. 你要这么搞什么？别告诉我你自己改的，不是，那是朱老师亲自设计的，怎么可能？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You think we can sell it? Can we sell or not? It's a new way, I think. You should consider it. 能通过吗？ Well, no, yeah. Quite different, actually. Quite different, really. Mm-hmm. Actually, it's a good job. Yeah, they have tried. Right, we are quite impressed, quite satisfied with this design. I think we are going to renew, right? Service contract. Yes. You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It's my pleasure to work with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job. Thank you. Hey, Xiao, this is who put it here?听说你把公司近两年的设计稿和客户需求都做成了 Excel，既然你那么会做统计，那就把公司从建立以来到现在所有的客户统计录入电脑做一个表格出来，务必年份详尽，一目了然。哦，就这些吗？当然不止这些，可这是95年和公司合作的国营服装厂的资料，这些服装厂现在应该都倒闭了吧？ 我可以知道我要录这些资料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意义由你的上司决定，你要做的就是服从。你也该学习如何服从。好，没问题。啊。啊，对了，新来的那个丫头怎么样啊？我让你做的事情，按照我说的去做了吗？当然。 每次来咱们上海分公司啊，我最享受的就是坐在这儿，喝上一杯茶。侯总，这是我同学专门从福建带来的铁观音，您尝尝。谢谢。来一杯。刘总，朱总。侯总，这位是国际贸易部新来的小严。哦。这位是咱们的大 boss，侯总。侯总好。哎呀，来这么一会儿啊。 听刘总夸了你好几次，哼，你的全名叫什么？嗯，我叫严小晨，颜色的颜，拂晓的晓，早晨的晨。嗯，你好不容易见到侯总，多少两年？你跟侯总说说，你是怎么说服卓源的？说，你是福建第一中学毕业的？啊，对。叫。 严小晨，你好，力量太大了，我怎么突然有点不舒服？那个刘总，辛苦你给我司机打电话，让他在楼下等我。朱迪啊，送我下楼去。哎，不不不，何总，你没事吧？啊，没事没事。 找附近最近的医院，侯总不舒服。你不用，你不用管。何总，我没事，你们都忙忙忙。别，我送你。啊，不用，朱迪送我就行了。打电话叫司机在楼下等我。哎，好了，我已经交代完了。刘总，侯总怎么样啊？没事儿，跟茶没关系。到楼下吸了口新鲜空气，好了。 你的这些单据里面有弄虚作假，你要知道，因为弄虚作假，气门公司被开除的话，想要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就很难了。所以你要清楚，我清楚。这种诬陷的事情，我明白。诬陷？你说话注意点，本来公司是可以大事化小的。对不起，朱总，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承认？ 这是我的辞职信。
还有这一堆，是你布置给我的任务，我全部完成了。也麻烦您帮我转告侯总，是我主动提出辞职的，他开出的所有条件我都不需要。 谢谢您。看你的简历是华大金融系毕业的。对。为什么选择金融行业？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所有人都需要资金融通，无论是极期、远期、国内或者海外的资金需求，金融业都能满足这些需要。 这就造成了投资和回报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成正比。我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了 ，Cindy， 你觉得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你的成绩全都是 A 加，可是为什么没有学士学位？我在学校期间有一门必修课，帮同学提考了。行，面试就先到这儿吧，你先到门口等一下。谢谢。 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了我们最后一轮面试，接下来是我们的管理合伙人，他会亲自面试。跟我过来吧，请坐。 怎么，看你的表情，好像你都猜到了。我就猜对了一半，我以为你只是这个公司的高管，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老板。是啊，但是我没有干预面试，就在十分钟前，公司的副总还有董事总经理还在为考试作弊，算不算严重的品行不端吵得不可开交。 但你现在已经坐在这儿了，除了你自己的能力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诚实。我明白了。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面试了。嗯。你知不知道 DH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是一家私募基金公司，通过投资不同的行业和公司。 或是把一个公司进行拆分和重组，来获得回报。你愿意做私募基金吗？别着急，给你几分钟想清楚，然后再告诉我。我愿意。第一，我对金融投资特别感兴趣。第二，坦白来说，我现在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 我一定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到最好。了解，恭喜你，你被录取了，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就这样啊？要不还会哪样？严格来说的话，我之前已经面试过你一次了，而且是我手把手教你如何面试的。 你觉得我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你吗？好像也是啊。但有些话我还是要重申一下，公司决定用你，是因为你足够优秀，并不是因为你认识我。如果你不好好工作的话，我还是会开除你。刚才你的面试官说了一句 ，Everyone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 我同意他的观点，不要让我们失望。我会加油的。 记得去人力资源部办入职手续。好。哎。
你男朋友那边？他那边我会跟他解释的，我会解决好。你说，你们到底选择跟谁合作？我也知道，你们心里头都有答案了，对吧？那，心理姐，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看法吗？说吧。是这样的啊，罗总，我们这边呢也还需要一些时间再考虑，但是一定会尽快给您答复的。在您这边就这次二手车网站落地实体经营，扩大线下门店，还有后续的维修质保服务策划方案，以及详细的预算也还没给到我们，所以我们的评估也会有所阻碍。但是日新科技这边的二手车网站策划方案就很齐全很详细。你们什么意思啊？摆明了你们就想跟日新科技合作，对吧？哦，当我姓罗的发型师吗？吃素的吗？让我陪跑，浪费时间。罗总，森妮姐。哎，罗总，罗总，太冲动了。林耀晨，你出去吧。不用，姑娘，你先坐着，没事，没事，没事。那个，辛总啊，人家小姑娘说的没错呀。这个资料都没有交齐全呢，就来谈项目，这个老罗是应该改改他的态度了。小姑娘，你是看过我们这次公司的项目资料吗？嗯。哎呀，辛总啊，这个小姑娘真的很不错，很认真的。如果我们这次日新科技能和 DH 顺利推进合作的话，我希望严小姐能作为我们项目的分析员。DH 和日新的合作投资分析方案就交给你来做，好不好？当然，我们 DH 一直都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准的，所以没问题。那就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邓总，慢走。再见。自作聪明。我作为你的上司，我没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吗？还是严小晨，你认为你比我更有能力掌控这个项目的进程？谁让你在这种场合下说出有这么明确的倾向性答案的？你如果这么有野心，你干嘛做分析员啊？你坐我的位置好了。我只是实话实说。是吗？我希望你拿出的分析报告对得起你今天这份勇气。那个项目啊，还是按照你说的办吧。什么项目？啊？就那啊那个项目。嗯，行。啊。你不知道去？啊？行，那走走。那你先看一眼赵总那个项目，聊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看我干什么？据我所知，国家劳动法规定，每日的工作时长不能超过8小时，每周的工作时长不能超过44个小时。他早就超了吧？你这么拼，别人会以为我们 DH 克扣员工呢。陈总、乔总，我这不是欠着债主的钱吗？想要早点还钱，所以才要加倍的努力，好还清债务。这是我自愿的，公司没必要负责。债主？你这么想，你的债主应该很欣慰吧？听说日新科技那个项目分析被 Cindy 驳回了，一次不行就再做一次嘛，秦总能不做？
这么说，下午的会议上能看到你的第二版方案。嗯，我很期待。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也很期待。日新科技现在的自信等级频道的是3A，万和科技频道的是2A。谢谢。所以说你的这份方案，日新科技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是最高的。对。怎么样，还有没有别的建议？这份报告数据详实，参考了日新科技和万和科技，包括经营状况在内的所有必要数据的综合评估，而且连信誉度抽样都有。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看一个新人把一个分析报告做得如此面面俱到。我没有问题，非常好。谢谢乔总。我还是第一次听乔总这样评价一份报告。不是，主要是他对得起一定那两个字，对吧？那好，那这个项目就交给严晓晨负责了。好，乔总。大家还有别的事情吗？没有了，散会。你好像没有想象那么开心啊。意料之中呀。那你那个债主应该很开心吧，因为他很快就要收到你的还款了。他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好吧，加油。好。好，我现在就去。期待跟你合作。哎，开始吧。现在呢，对目前国内二手车市场的主要的销售模式啊，是基于评估费和租金的大小。喂，邓总。李辉，李辉，哎，报告马上就好。严晓晨呢？严晓晨，哦，他去日新科技了。他说他对这个项目势在必得。他瞒着直属领导去找了设计师，擅自把修改的方案直接递给了甲方。Shit！ 是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严晓晨，我警告你啊，不准擅自做主。不好意思啊，邓总，新总电话，我接一下。干嘛呀？把手机给我看看，快点儿。我当然知道了，跟我们公司的严晓晨嘛，他让我来的，没通知你吗？严晓晨，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你是要我帮你捡起来吗？啊，谢谢啊，邓总，谢谢。你到底为什么不回我微信？我给你发的邮件你看还是没看？我刚没看仔细。
先在财务报表上动了手脚啊？我跟你说过，不要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作主张。耀晨，你以为他邓丽珊是什么人呢？出了名的老狐狸。人家用你是因为你才华出众，是因为你笨，是因为你好操纵。他早就把你祖宗十八代查得一清二楚，挑中你的软肋一击即中。您在金融圈混了多久啊？就敢说自己调查全面？有些时候是要靠这儿的。我刚才把我和他的对话全部录音了。你不要以为这次你没有签合同你就没有错，如果不是因为你，公司也不用遭受这么大的危机。你回去给我写份检讨。没问题。你确定你没有签合同？我发誓，那笔连纸都没碰着。吓死老娘了！到了，新东西。Cindy 今天吃什么降药了？不知道。耀晨，今天放下你手头所有工作，下午跟我去见客户。Open your eyes today, OK? 嗯。楼下等我。学金融跟做金融可不一样，你在学校成绩好，不代表你到公司业绩好。在别的行业里，甲方是爸爸，但在我这行，你可得先学会做儿子。因为好的投资项目是不可能坐在那儿等你的，你要想拿到不同的客户，光靠在办公室死用功根本不行。你要动用一切的手段，才能把先机牢牢地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里。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与注资，除了表面上需要了解公司的条件与项目资料，还有更需要深入了解的，就是公司经营者以及项目合作者的出身、性格、爱好与过往经历。通过这些来了解和他们是否有项目合作的可能性。高总曾经走过仕途，半路下海经商，在项目审批等方面他经验丰富，尽管要求严格，但只要和他合作的项目都不会出现纰漏。可是他说话喜欢留一半，和他谈项目就要注意话中有话，含而不露，最主要的是听明白他的意图。今天也带你见识了不少了，我想你回家需要自己消化一下。今天确实是给我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感谢老师，走了，明天见。只有在规定时间完成工作的人，才是真正有能力的人。而且我不认为在上班时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加班来解决。程总是不会给你加班费的。作为你的上司，我需要你现在马上回家洗澡睡觉，明天精神百倍的来给我上班。我不喜欢跟一只熊猫，一只老土熊猫一起工作，严重影响我的心情。拜拜，辛迪姐。是这样的，金融圈子不大，对于人品有问题的人，我们公司不能录取。不好意思。Thank you.
办？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新娘子笑一下，好，来再笑开一点。没关系，就这么拍吧。哎，好，来，一二。对不起。我就是要来跟你解释这个事情。我和陈总是假结婚，因为我怀了沈侯的孩子，但是我和他现在不能在一起，所以陈总就帮我隐瞒这个事实，用婚姻帮你。这个其中有太多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解释，但是我和他真的就是假结婚，我俩不掺杂任何感情。你没有掺杂感情，不代表他没有掺杂感情。等我度过这一关，我会第一时间跟他离婚的。什么时候？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无话可说，请你出去吧。对不起。杨小晨，你的婚礼我是不会去的，我无法给你们祝福。这也没什么好祝福的。吴倩倩，大家都是同学，你有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杨小晨，你在这儿风风光光的举行婚礼，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一边跟这位陈先生暗通款曲，你脚踏两只船的时候，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倩倩，你是不是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我没喝多。我说的不对吗？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肚子里不就已经怀陈志远的孩子了吗？我说错了吗？吴小姐，不好意思啊，这个地方不欢迎你。请你现在就出去。你回答我呀！你要是心里没有鬼，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呀？对不起，我喝多了，谅解。你要带走女朋友可以，大家把话说清楚。吴倩倩，我告诉你，第一，我和我先生还有沈侯之间，不管是三角恋还是脚踩两只船，这都是我们的自由。也没有违背任何法律，也轮不着你来关心。第二，我和我先生是怎么从相爱到结婚的，这是我们的私事儿，我不用向你解释吧。反倒是你这个早就把我拉黑，而且从来不跟我往来的大学同学，在我婚礼这么重要的时候跳出来闹这一出，我不明白你安的什么心，除了抹黑我，找不到别的解释。梁晓晨，你说这话太过分了吧？你说这些，你对得起沈侯吗？我对得起任何人，我问心无愧。你可以带你朋友走了。
谢谢。你好，请问你们是？我们深思的。哦，这边请。这边，在会议室稍等一下。小陈，猜我刚刚看见谁了？看见威廉姆了。什么威廉姆呀？吴倩倩。他来干什么？应该来谈合作的吧。他现在在哪家公司啊？我们这次的苏秀公益投资项目虽然没有盈利空间，但是对我们两家公司的社会形象会有很大的提升。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每个中国企业家都责无旁贷。深思的主要业务就是服装生产，如果这次苏秀项目推进顺利的话，我觉得对你们公司会有很大帮助的。对，但是现在这个项目正在传统文化重塑阶段，没有明确的盈利点，但如果运营得宜，我们两家都会受益。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这么好的一个项目，你们深思集团准备派谁来负责？倩倩，我们深思最近最受关注的项目经理，非常努力上进，并且有责任心。程总，我会尽全力推进这个项目的。倩倩来到我们深思之后提升非常大，程总您大可放心，虽然现在没有盈利点，但是我们深思还是会派出最得力的团队，毕竟这个项目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项目，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怎么了？我听说这次的苏秀项目因为是公益性质，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啊。但是我倒觉得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说说看。现在啊，全世界都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而苏绣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产品，而且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球呢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我妈，她还有两件苏绣的西服，她有时候还会穿出来，对着镜子照着看看，所以我也算是对苏绣有一点小情结吧，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去保护他。这么说，你心里其实已经有方向了。深思旗下签的一个设计师叫卓源，我之前和他打过交道。如果把他的设计理念和苏绣做一个结合的话，不仅有市场价值，而且还能推广苏绣，这一举两得。对，你说的这些都没错，但这里面有两个弊端，你知不知道？第一，对方是深思集团；第二，对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吴倩倩。这些你都考虑在内了吗？在商言商嘛，我可不想因为这些原因放弃一个我喜欢的项目。所以你想清楚了。交给我吧。好，要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提出来。没问题，我出去了。这是我对苏绣这个项目做的分析调查报告，希望大家帮我提出意见和建议，谢谢。不通过。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吗？上司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要跟你解释为什么吗？你只要照做就好了。还是说严小晨现在做了 DH 公司的老板娘，所以
随心所欲了呢？随心所欲，他这成语进步是越来越大了。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可以重新做，而且我也会尽我全力把它做到更好，但是我需要你给我专业性的意见。可是我并没有义务提供给你我的专业意见，很不服气吧？没有办法，我现在依然是你的上司，除非你有本事坐到这个位置上，否则你就只能服从我。好，重做，做到我满意为止。没问题，辛苦大家，谢谢。哦，散会。我不在乎我多肤浅，慢走啊。不在乎勇敢多危险，反正我严小成，恭喜你。我天哪，耶，继续加油，继续加油，你加油，走，回工位。太厉害了，天哪。这办公室老板就是不一样，我都已经忘了以前穷酸潦倒成什么样了。我也已经忘了原来那个趾高气昂的千金大小姐吴倩倩是什么样了。我跟你不一样，我呢是靠自己的实力留在深思，有了今天的位置，而你呢全靠关系。你真的是靠自己的实力进的深思吗？就凭你对朋友背后捅刀栽赃陷害的能力，有哪个公司敢要你？哦对，我呢还有沈侯的帮助。怎么不能提沈侯啊？是不是觉得对不起沈侯？我跟沈侯的事儿，你为什么总要说三道四的呢？请你公私分明一点，不要在工作的时候说这些无聊的事儿。还有，你现在在深思的位置也没那么稳吧？朱迪可不是一个看情面的上司啊。如果这份工作再丢了的话，谁还能帮你？小陈，对不起。如果可以，我希望我这辈子都没有遇见过你。I heard you invest in the other big project. Nice work. Thank you. Same to you.
Olivia, let's go for dinner, shall we? Sorry, I have a meeting right now. Maybe until next time. Okay. See ya. Olivia? Olivia. Hi. Your analysis report is quite perfect. Almost impeccable. Why didn't it pass? How about this? I'll give you 1 minute. Tell me, why do you think this company is worth to be invested? As an investor, what you need you to analyze is the thinking and behaviors of the founder and that data. Investment is a dialogue between investor and founder. We need to do a complete analysis of a person, then to decide if it's worth an investment. Follow me. Okay. The development of a good company focuses more on spending to invest gradually and at the same time prevent all kinds of risks. Miss Olivia, is there anything you don't understand? From the data you provided, it's surely a good project. However, your profit model only focuses on the high returns in very short time, but don't give any eyes o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We are afraid of this irresponsible model will not win our trust. Therefore, we're quite sorry that we're unable to invest your company. I can't believe it. The presentation was perfect. Yeah. The project was good. I don't understand. Yeah, what the heck happened? I don't know. Okay, I see what's wrong with my report. Good. I'll give you 2 days to modify. Olivia, thank you. It's my pleasure to work with you. Yan Xiaochen. 史密斯先生可是连续两届获得设计大奖的创始人，你把人家给拒了。我觉得如果换作是你，你也会跟我做一样的决定。看来现在一般项目是入不了你法眼了。我最近啊，又看中了几个创业公司，你是不是抽空帮我参谋参谋？又想骗我多干活呀？我年底给你双倍奖金，三倍。成交。Please tell Mr. Smith, I'm very busy. I will find another time to meet him. Okay? Okay. Okay. Bye. 项目资料看了吗？大概看了一下，有感兴趣的吗？也就那个在线教育平台还不错。你也这么觉得？当然了，那也是我最看重的一个项目。那个公司虽然才创立了不到3年，但是在业界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了，好多家大公司都想抢投。不过听说那个创始人对投资方特别的挑剔。所以我思前想后，觉得好像只有你回去谈最合适了。所以你意思是让我回国啊？怎么啦？都3年了，还不敢面对啊？我只是还没想好必要回去的理由。你放心。如果你不想回去呢，我是不会强迫你的。我会把这个项目更详细的资料发给你，你先看一下，看完了再决定好不好？好。严经理一直皱着眉头，是有什么疑惑吗？不妨说出来，大家探讨一下。资料虽然准备的都很齐全，但是仔细看下来，内容都很模糊啊。坦白的说，这些资料确实是我们在一两天之内匆忙整理出来的。
面对投资还如此漫不经心，看来沈总是对这次合作不太感兴趣。那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您这个商业舞蹈，我尊重每一个合作方，但我们公司确实是处在一个攻坚阶段。我们公司的每一个员工都在加班加点的为自己的新项目而忙碌。况且，滴水不漏的资料 ，Bruni 严经理眼见为实，并不是我自吹自擂。我们公司确实是处在一个被梦想所指引、充满活力的创业氛围内。那沈总的梦想是什么呢？这不仅是我的梦想，也是这个公司的梦想。我记得在8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通过这件事情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公平的。从那以后，我就想创立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每一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教育资源。知识改变命运，在全世界，教育依然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关键因素。那沈总是怎么看待失败的呢？毕业后的某一天，我在一个小仓库里和我的同学们还有我们在聚会，那时候我说过一句话，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海，我希望凭借我们的自身努力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有一句话说得好，远行的船舶不一定能到达目的地，但是它却能给下一个船长留下重要的航线。了不起。伟大的理想也离不开资本的信任吧。从目前来看，贵公司的盈利模式非常不明朗，甚至前期提供的课程也都是免费的。从财报上来看，盈利情况也不太乐观。我相信没有一个商人是愿意做亏本买卖的，所以即便如此，沈总还是依然对自己的理念很自信吗？严经理今天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儿，那说明了一点，我们公司做对了一些事情。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将科技和教育结合在一起，降低知识获取成本，海量吸纳用户，提高 AI 学习能力，形成了独有的算法，从而使我们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那沈总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后续再没有资金的注入，贵公司要如何维持运转呢？我这个人没那么轻易放弃，我始终相信一句话，种下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结果千里奔波输给，但知道吗，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原谅自己。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义工，但如果有一天他们知道了有一个人是因为我而失去生命的，他们还会冲我微笑吗？我之所以会主动找你，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用这种负罪感来折磨自己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有句话想对你说很久了，我原谅你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这儿再当义工，也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来赎罪。你有你自己的生活，你有你自己的工作，不要因为一个错误纠缠一辈子。在命运面前，
都是无辜的。那我们以后还能见面吗？伴你环游世界后经过时间沉默，以后不一定经常能见面，但是我们还是朋友。谢谢你的原谅。为解脱为难了心魔，为何尝尽苦果却没有结果。千里奔波输给你的懦弱，如今已坠落在海底斑驳。伴你环游世界后经过时间沉默，如烟飞过。三年前我肯定想不到今天我能坐在这儿跟你心平气和的聊天。你还恨我吗？你呢？其实一直以来我有什么资格恨你啊？爱情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先来后到，我认识后20多年，他根本就没有喜欢过我，一直都是我自己不甘心罢了。过去的事情我只记得好的，特别是我们上学那会儿，经常一起上下课，一起去占座，一起在宿舍里面偷偷的拿泡面杯煮泡面，还有一起逛街，一起喝酒，然后在酒吧里面跟别人打起来。那次真的是回来大家就都感冒了，然后在医院里看着对方打点滴，然后聊天的声音特别大，当时还被别的病人投诉，我们还被护士给训了，扰民。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真好，我真的很想回到大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太苦了，我是好不容易扛过来的，我可不想再回去，总想着过去的事儿只会让伤口无法愈合，所以还是要向前看，未来的路还很长，你会过得很好。对不起。但是我也要谢谢你。笑什么？谢谢你的一切。别在外面待那么久了，你该回去了。那就到这儿。嗯。抱一下。祝你幸福。也祝你幸福。这次是真心的。回去吧。
在半明半暗、半冷半暖的漫漫时光中，没有百分百的幸福，也没有百分百的苦痛，总是既有快乐，也有忧伤；既有欢笑，也有眼泪。不计前因，不论后果，遇见你就已经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